car.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stay. I cannot stay. Wow, 这么漂亮吗？ 有红毯，有鲜花。 今天搞得有点特殊啊！这红毯干嘛？为什么会有红毯？给我都整紧张了都，好像还有音乐。这红毯铺的像年会，我听着这里头。来，沙总，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有可能今年是我的年会。什么意思？哇，这么漂亮吗？ 这么漂亮吗？哇，像婚礼吗？哇，这么漂亮吗？ I have been in and out of you and everywhere you want me to. <音>我对你们布置的很满意，劲儿使大了呀！这是，我这么感觉，今天要像什么很多很多女嘉宾的一个主题吗？不能，上一次就都是女嘉宾，不能回回这好事都能攀上，每期都。我觉得这么多鲜花，然后，对吧？布置的这么漂亮。没错，欢迎来到。我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来自上世纪古堡的王子，来自古堡的王子，完全不在一个时代，完全不在一个时代。<笑> 感谢大家盛装出席，之所以这么隆重，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几位嘉宾要和大家见面，让我们欢迎他们。首先，我们的 baby 姐吗？估计要从 T 台出来，咱给让了吧。 谁说有女嘉宾呢？是女嘉宾。我刚才还说这么漂亮的场景，肯定都得欢迎女嘉宾。失望了呗？一出来就失望了呗？不，至少还有两位吧，是吧？还有我们的 baby 跟白鹿。昨天晚上连夜要回去了，就走了，挺着雨都走了。<笑>来，掌声再热烈一点，欢迎我们三位。哎，真的是两个人是一样。这各自的丝带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哎。 你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根丝带，今天根据丝带的颜色，会把大家分成四队。找队友了呗，就行了。两两组合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和鲜花有关，都说女人如花，除了你们之外，每一队还会有一位女队长。这么开心吗？接下来我们就请女队长依次和大家见面。 哇，还有干冰！哇哦！哦，baby，baby，baby，I can feel it。哇哦！哦，baby，baby，baby，I can feel it。
多男生啊，站不下了，站不下了。再见，没有想跟你站。对，我们是一对。一对。Baby 这套衣服确实实际以来，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套。有请第二位女队长登场。那我站这儿了。哎呀，哎呀，怎么了？哎，看技能，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站不动了。站不动可以坐。来，弟弟，坐。真假的？哎，啊，不是，前面。真假的？这作为队员，这都是应该的。OK。好嘞，我们有请下一位。下一位，瞧瞧，可以哈。后面这两趴可以撑长一点。哎呀，就我这个牌面真的是。找把椅子没有用了，做什么都没有用，没我们这个啥了，真的。我就这个，你这个凳子，哎，好丑，哎，好丑，没有诚意。你看看，哎，我这个，你觉得这套衣服能做这个吗？你为什么不拿着这凳子再顺把瓜子儿给他呢？怎么做什么椅子都好看，很不搭。感觉你们这没法在一个画面里。是，我不做了。都已经内卷成这样了啊！再出来女嘉宾，我跟你说，你们衣服得脱下来当红毯。可以啊。是一对啊，队长好，欢迎队长，欢迎队长。有请第四位女队长登场。欢迎队长。Hello， 我们四位女队长都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主区域。就论服务，你就看了哪队最到位吧。你站一边一个吧，你让人家站中间。我们这组的默契。人们经常用鲜花表达情感，节日时我们送鲜花给爱人，乔迁时我们用鲜花装点新家，鲜花见证了很多人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奔跑吧第10季，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联合了昆明花胎中心，推出了十种由我国自主研发且还未上市及命名的新品玫瑰。真的？我们会从中挑选一种，成为第十季奔跑吧的专属幸福之花，赋予它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和花语。哇，来了。1、2、3、4、5，这边有五种。这边应该有这边有五种。以前大家市面上看到的玫瑰大多是国外品种，而这十种是昆明花胎中心联合景科花卉研究中心一起研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货玫瑰。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好看，我也喜欢这个。我想要那个玫瑰，我想要那个红的那个。虽然你不是我们队的，但我也很感谢你。这个好看，我们就喜欢这一个。我也喜欢这个，你觉得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我也喜欢这个。They told us last to see us. 一点都不俗。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好看。这也好看的，刚刚那个。你喜欢哪个？红的那个。直它我也喜欢。破旧玫瑰。十号好看。就请大家依次挑选喜欢哪一束，就把它拿下来。这个好，我也觉得这个好看。我的队员来来来，选一下。走，队长您先走。是这个吧，队长。我想要那个玫瑰，我想要那个红的那个。这个呀，啊，队长，是这个吧？这个吧。好。像这个好，好，那就拆了。好，你好。比较复古，这个好看，这个复古复古。十号队长。四队都已经选好了自己心仪的玫瑰，但是今天在接下来的每一项任务中，排名靠后的队伍将面临被拆队的风险。哦。我说的吧，那人哪儿去了？就拆掉之后，这些成员归属到其他的队伍当中。那队长呢？一样的，队长也进别人队当队员啊。这档也没有了，得寄人篱下了。对，同时被拆分队伍所选择的玫瑰也将被淘汰啊。我们最终只会从这四种玫瑰当中挑选一种。成为我们奔跑吧第十季专属玫瑰，各队一定要守护好你们挑选的玫瑰。天哪，太残忍了，太惨了。四位女队长今天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每人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专属鲜花名牌。哇，好漂亮啊。定高定高定名牌，各队一定要加油，全力以赴为你们挑选的玫瑰而战。奔跑吧这个环节怎么能有点像郊游呢？露营，露营。人们喜欢鲜花，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表，同时每种鲜花都有自己的花名和花语。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和花名有关，叫做花名守卫战。大家等一下要在你们身后的鲜花大厦里寻找写有数字和运算符号的卡片，各找各的。这儿。在大家找卡牌的过程中，你要努力保护自己的花名不被其他队的队员看见。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打电话通知别人花瓶的方式来淘汰。要把这个花名的英文字母全部告诉我，一个都不能错。我要告诉你英文。对，你别发我手机了，我还嫌拿累。The flower name, the English name. 还有同声翻译。OK， 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这个。完了，我旁边两位已经在全程用英语交流了。最终将你们找到的卡牌组成等式，结果一定要等于十。等式越长的队伍排名越靠前哦，前两名的队伍可以直接晋级，三四名的队伍通过转转盘的方式来决定要被拆分的队伍，排名越靠后淘汰的概率越大。啊，不要，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来，请三位凝视你的花名。我要这个，我得要一个那啥，长一点的。我熏一，你能挡住？你要这个，他四蓝，我熏一，我这是不好背。老伴的，这是不好背。老伴的，好背吗？好背。那我要这个，都好背，都好背，都好背啊，不难。这啥呀？一人一个呀。哎，这给我吧，这好长啊。Tube rose， 晚香玉。Violet， 我这咋读啊 ？Daisy， 这个太简单了。Daisy、这个难、啊。这个也这个难，这给我吧。你紫罗兰吧。我叫 Violet。Daisy。哇，这些词都挺难的。这难的应该跟谁打呀？来吧，选吧。就这样拿吧。行，就这个。这样拿吧。我觉得这个我都不用遮，我就给他们看，我就让你让他们记好。很难记。是什么 ？What is this？ Azalea。Azalea， 这个太难了。Canna 就很简单。那你用这个吧，我是 Jasmine 吧，我拿个简单的。我来这 Canna 吧。各位成员请注意，加油！各位成员我这样就注意，花名守卫战现在开始。各位成员请注意，花名守卫战现在开始。各找各的吧，分散可以分散。哎，我们互相有联系方式吗？没有联系方式。没有联系方式，那一会儿怎么集合呢？就是淘汰了就集合了、哦、朋友。哎，哎，哇塞，运气不错。哎。啊 ！OK OK， 一分，这个有没有？应该没有。你在这儿趴着干啥呢？赶紧躲起来呀！你看啊，我现在躺的这个是喜临门白骑士床垫，上面有2厘米的加厚乳胶，特别贴合。哎，我趴在这儿，他们肯定看不见我的信息。那人这一坐，这不就跟你弹起来了吗？怎么可能啊，人家用的是静音独带弹簧，特别平稳抗干扰，他要是能把我弹过去啊，算我输。那人把床垫要翻过来呢？翻过来更好啊，一软一硬，我两边都能睡。行，那你在这趴着吧，我找左儿去。小心点啊。先去捡那个板、我们不要都去，我们去一个好不好？哎呦去一个我最灵活的，我去。好，那我在这等你哦。我看他们写的啥 ？TULIP。TULIP。哎哎，好嘞，拿到第一个就这么累了，这个节目怎么录 ？TULIP。谁给我挂了？我挂掉了吗？怎么用啊这个手机啊 ？TULIP 音箱。喂，
喂，陈哥。PULIP 郁金香周身。回答正确。哎，叫叫叫！厉害厉害！知道长得高的坏处了吧，坤？周身啊，周身啊。你被看到名字了吗？啊，已经有人淘汰了，申哥 out 了。朋友们，再见。妹妹，哎呀，有人害你。有人害你。卡。太快了。毫无参与感的游戏。没事，在车上不能架着我，我不会跑的。这个游戏真的有开始过吗？HY 好长哦。HY CINTH HY CINTH 太粗了。 HY CINTH 回答错误。我都不用遮，是不是？各位成员请注意，花名守卫战倒计时20分钟。好好找啊，看清楚一点。我咋一个都还没有进账啊？虽然没有撕名牌，怎么有种撕名牌的感觉呢？我三个了已经。我四个了。真的假的？那我五楼去看一眼。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快快快！没有了，下去吧。在哪儿下楼啊？这儿呢，电梯。好。MI 什么东西？这得出去啊！啊呜！哦 ，Daisy。嘿嘿，哦，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是 Daisy。哦，王鹤棣。王鹤棣，对。哎呀，我是真不想跑啊，跑起来好累啊。王鹤棣。王鹤棣。是 Daisy，D A I S Y。回答正确。好好 ，OK， 拜拜。Yes。耶！王鹤棣 out。啊？啊？我什么时候被淘汰的？王鹤棣。啊啊啊 ！Daisy， 申哥，我怕你一个人太无聊，我来陪你了。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见到你过。这么快？喂 ，Hello， 毛小虫 D A H L I A， 回答正确。我知道了，他们是不是一个记中文，然后把告诉他，然后翻过去？哇塞 ，James 太厉害了！还有 bug， 我来找你了。你这么快？你有听到是谁那个打的电话？我一全程这样的，都不知道怎么被看到了。我估计我就是被詹姆斯看了一眼。就看这个对他来说太 bug 了。我应该也是红队，英文打这么大，红队在那个上边。毛晓彤 D A H H L I A， 好，回答正确。
快跑！这里有卡吗？卡片在哪？我觉得大家光顾着淘汰人都没有找卡。baby 姐，贝比呀，贝比来了，贝比来了，你这是什么鬼啊？你这赖皮啊？茉莉花啊？你这赖皮啊？茉莉花，你会拼吗？LAMASLM， 好烦啊！干嘛？来，走，母杜什么？杜鹃，杜鹃，茉莉花啊！Jasmine， 茉莉花 ，Peony， 哦，这是 Peony。OK， 靠，一个是茉莉花，一个是杜鹃花。那 baby 的电话 ，baby 是茉莉花 ，Jasmine，I J A S， 不是 I 开头。I 开头的 I A 什么什么？快，Morris Jasmine， 完了，金苗子。为什么 ？James 看着你，龙色儿是 Peony P E O N Y。OK， 拜拜。哥保护你，哎，哥保护你，给你。你看，我就知道了，你把那个给我吧。他看到你名字了，你把那个数字给我，数字给我。完了，我也被看见了。完了，老沙，我被看见了。哦，baby， 你给拿出你左边，你名字是什么？李晨。李晨是 YUCCA， 回答正确。OK， 拜拜。我把手露出来了，然后就被 James 看见了。James 真的只需要看一眼，这个名字应该就要写成什么拉丁文啊，就大家不知道的文。哪里啊？哇，电话一通通很快。James 不要再打了，交不起话费。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好吧。没有加减乘除，一个都没有。你们没有一个计算符号？没有一个计算符号。我们这个队要被拆散了，凑不出来。各位成员请注意，花名守卫战倒计时十分钟。再找一找，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人知道晚香玉是什么翻译。我啊啊那个啊啊哥哥，你放一下我，快，我帮你举着，快。谢谢。白鹿，我啊，
给个卡，我就放你走。No， 嗨，你看给个卡，什么茉莉花？我看到了。你给个卡，我就放你走。OK。2TUP 什么？Two bros. Oh, Pine Loop. I am. 喂。正在通话中。I am.喂，白鹿是 Two Bros， T U B E R O S E， OK， 回答正确，好，谢谢，来，白鹿 ，No， 完了，白鹿 ，Off， 哎，完了，我看见我们队长了。你先告诉我你拿了几个牌，俩啊，你玩这么久就拿俩，我都拿了四个，拿俩，我都拿了四个，到底谁呢？哦，看到没有？队长，我虽然被淘汰了，队长，不愧是队长，你就四个，真的是，我你找了这么多，全是我拿的，呀。小童到现在还没有人抱坤坤，哎，他那个很长，我们把最长的一个留给他了，觉得他玩的应该比我们好一些。多找牌，因为他们淘汰我其实很难。花名守卫战倒计时一分钟，打牌够了呀，先找人吧，找人淘汰一个，快，手好麻呀，一直这么背着坤。而且他是最难的，坤的是最难的。对，他藏得好好，他一直挡。而且我没看过这样的，你没看过这个单词。对，我们应该去拿。杜鹃花，一、二、三、四。这个太难了，还行。HYACINTH 好，给他电话。真的假的？对。杜鹃花，你会拼吗？好。杜鹃花。会拼吗？好，正在通话中，这么忙。倒计时五、四、你好，坤 H Hyacinth H Y A C I N T A。回答一，太巧了吧！游戏结束，请所有成员返回。啊，坤出来了，但他手里牌很多，我觉得应该。H Y A C I N。不错，一个字。这么难你都能？好难。他少背一个字。少背了一个字。哇塞！还有吗？没了。龙队太厉害了吧！我你找了这么多啊！来吧，做题吧，朋友。我们好孤独啊！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比的是等式的长度，等式越长的队伍排名越靠前。我们输得好可怜啊！我们这么有经，这人生的经历，但是输给树木。有没有不用的？有没有不要的？给两张。有没有不要的？给两张。等我们弄好了，不要的给你们抽，行吗？
连者不受嗟来之食，不要的我们也不要。有没有不要的？你这多此一举，你还一减一，你说你减它干啥呀？零乘以任何数都是零啊，二十肯定要了。可以把加减乘除都用在这上面，对吧？哎，可以这样吗？还可以再多一点吗？没事，怎么加都是咱们几个了，咱们俩组上去转转盘了，基本上现在是。哎呀。99，再减99，再减零，零，然后乘以任何数都是零，然后 plus ten， 对，你们两队别算了，都已经赢了，你看看我们，太苍白了，玩呢，欺负谁呢？你们在这儿一览无遗，数学的抱负在咱这儿无用武之地，这几个数学天才，你知道吗？受材料所限，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等式：一减一等于零，它乘以任何数除以任何数都得零，然后最后加二加八等于十。22张卡牌，多少乘零等于零？加上一乘十是十，加99减99减零等于十。23张卡牌，比我们多一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吧。3张卡牌，998除以998等于一，715133乘以零等于零，1+9减0等于10。18张卡牌。所以此时此刻，危险来到了第三名的白队和第四名的黑队。第三名比第四名有的优势就是转盘上白队的贴条只有3张，黑队的贴条会有7张，转到哪个颜色这一队就会被拆队。完了，我们的香槟色玫瑰。但我没有想到18张卡牌的跟3张在一个转盘。一二三嘿，哦，来喽，好紧张，哎，这么大的几率再转到我的，就精彩了。你不要说话了，我觉得我有一个坏的预兆。别！哎，白的坐不住了，这俩看，五。没停，回来了，还在回转呢，很遗憾，白队就要面临被拆队的境遇。首先，请女队长先选择你要进入其他三支队伍当中的哪一支。随便选，都可以。你随便，我们都欢迎你。红队。他好像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离开了我。不是，一点点不舍得，你们也可以的。你好歹这一趴稍微给一点那种不舍得的那种。告别都没有，毛老师。毛老师，你太直接了。他一心在投入，我要选哪一队？我们也是有心的，好吗？会受伤的，我们。那这样的话，先把小城队长的名牌换成普通名牌。
我们俩恭送毛总好吗？恭送。什么？你们先选对嘛，都选完了再说。此时此刻的团魂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毛老师。你走吧，那俩还不知道有要的没要的呢。啊，好吧，我走了。你去吧，你走吧，再见。拜拜。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家的悲喜并不相争。根据刚才排名接下来，请绿队从我们剩余的两位挑一个成员当中挑选一位。我们都没名字了，我们叫剩余的两位。队长选吧。我肯定选就是强。你这么说，我跟你讲，说谁是弱的呢？什么意思？万一下一趴比飙高音怎么办？万一比灵活怎么办？现在白鹿都不敢看我了。我刚才挺对不起深深的，所以我选蔡徐坤。好的，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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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很不想加入黑队。你都没得选了还得罪我。这么强的队伍你进来了，你还这个大的。对，我觉得运气很重要。那可不，这组就躺平都能赢，我告诉你。好了，我们请洗脸师把白队的花带走，做成鲜花饼烧给大家品尝。鲜花饼，哎呀妈，吃了。太伤人了吧，做好吃一点。美味超美味，一起安慕希，奔跑吧鲜花。沙哥好，我想说现在有首歌送给你。别忘了是我们接受的。我的意思就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堆人。好好唱，必须得给我唱感冒了。爱就像电台，我就听那个，换歌不行，太难了。哎，哥哥来了，来给你看看哥哥。好了呢？好了。来看哥哥。楠楠打个招呼，嗨嗨一下，呆了。那你跟爸爸嗨。哎，嗨了，反射弧有点长。那飞一个。嗯，欢迎大家来到德清上主山奇幻谷。这里是一个集园艺展示、奇幻体验、酷炫运动、多元化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园区按照四季的时节不同，种植了不同的花卉。哎，我这个地方好漂亮啊！哇，这也太美了吧！很像仙侠剧哈。仙侠剧啊！哇，好漂亮。这黄的还不错，好好看。后面抓点紧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后面抓点紧，都跟上了啊！一会儿在前面，我们还有洗手间啊。沙爹真的是太像导游了。那么我们的杜鹃的话呢，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做《映山红》，有一首歌。映山红。是这首歌吗？对，刚刚周深老师唱的就是那首歌。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开的时候有见花不见叶的效果。见花不见叶，确实很少有叶子。完了，大型游戏了，好像是哈。欢迎来到我家。哎呀，
你家关键没房子，只有院儿，是不是？住呢？那好几张椅子。Go go go！ 走走，我们来了，我们赢了吧？天哪！哇，这个底下不会是指压板吧？哇！我就研究，我在后边研究半天，我说这是个什么大金刚？不要啊，不要啊，千万不啊！我建议让嘉宾体验一下就可以了，这太恐怖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奇幻谷中的月季园，那我就想知道这个跟月季有什么关系。这也是美丽的月季花吗？小竹笋是月季花的孩子。小竹笋刚刚还在回，张口就来啊。你听听是一个品种吗？同样，这一项任务当中排名二三的队伍将面临拆队的风险。女生的选择，女队长戴耳机进入花房，该队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答题结束后，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若答案与队员相同得一分。有了有了有了，对了对了对了。答错接受惩罚，回答错误两次游戏结束。就是说每个人要下去啊。对，答错一次就全员接受一次解压板惩罚。全员下，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等一下是一组一组依次答题，其他不答题的组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哎，就是刚刚做的那个鲜花饼吗？鲜花饼做好，尝尝尝尝。除了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果香浓郁、一口清甜、营养美味、超好喝的安慕希清甜菠萝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年安慕希的新品。安慕希和鲜花饼更配哦。哎 ，baby， 你不要挡住我喝安慕希，这个镜头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怎么有了安慕希，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对啊，因为安慕希太好喝了，赶紧喝一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对对对，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很公平，很公平。打量打量。很公平，很公平。好，我们先来给祖儿播放音乐。黑队听第一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开始作答。花店里面有花，花瓶，服务员，取款机，不，那个刷卡机，剪子，包装纸，电脑，那个丝带，顾客，还有是那个营养液，来那个写卡，那叫什么明信片？手机，人，啊，人有了，说过了。嗯。那个喷壶。还有啥？过，还没过啊！你没事，咱一块儿的，咱是个 team。镊子，钱，笔，二维码，扫码的二维码。花盆，啊，那个泥，那叫什么泥？这绿色的那个花泥。水，说了吗？水。我。快再来几个，再来几个单，看不惯落叶。窗帘，窗户门。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你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OK， 好，请祖儿听题，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花店里面有什么？花。耶、yeah。再想想，花店。花店里面有。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已经赢了？我们出三个，不是，答得越多分越高，最多可以答错两次。够了，有一个就够了。现在已经三分，请继续。水，
四分。再想想，花店里面就噔噔。灯要受惩罚吗？是啊。躺平了，好疼啊！好可怕！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拆了，拆了，拆了，不要了，不要了。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什么花？快做做鲜花饼吧，快点！太疼了，太疼了。大拇脚趾，这个太痛了。本来只是脚底，现在连脚背都痛了。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我告诉你。别打了，别再打了。你别打了，我们四分够了。队长，队长，不可以，不可以。是我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我们就说了四个。请继续。顾客有哎呦，我的耳膜都要破了，彭和弟。剪刀泥土有花泥有那OK，钱，花店吗？正确。还有贼。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有贼的话，我觉得还有警察。警察，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知道吗？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都定格了，上脑了，上脑了，好痛。接下来请红队出战。好紧张。没事，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真的很痛啊，站在上面都痛。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衣服、袜子、牙刷、鞋子。牙刷牙。toothbrush 牙膏，他说牙膏。口红。身份证。腰带。眉笔。眼线笔。帽子。睫毛膏。钥匙。钱包。洗面奶。那个面霜。笔记本电脑。粉底液。电池。耳机。你看笑柄。手机。指压板。有
护照。四。漱口水。三。二。伞，遮阳伞，防晒霜。三，三了。时间到。完了，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你们比我们简单。简单。简单。请 baby 听题，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那可太多了。这个很简单呢。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衣服、鞋、洗面奶、牙刷、牙膏，还有什么？让我想一想。再想想化妆的，再想想化妆的，卸妆膏，卸妆膏，没有，没有，这带了化妆品咋不带卸妆的呀？忘带了。等一下。请继续。阿姆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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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斯。腮红，腮红没有。天哪，腮红！脸上那么多笑话呢。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你看又躺平了，又躺平了。最后一下好痛啊。再来请绿队出战。加油。试一试就知道了。加油，减轻一点重量。好，绿队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计时开始。可乐、鸡蛋、酸奶、安慕希、雪碧、青菜、水果。水果说水果呀、苹果、生梨、生梨，这也太难达到了吧？橘子、西瓜、樱桃、哈密瓜，随便说。肉、大白菜、冬瓜、牛肉、黄瓜，酒、啤酒、红酒，威士忌、气泡酒、冰激凌，冰，冰块、雪糕、巧克力、面包，有格子，那个隔板，冷空气，速冻水饺。鸡蛋说了，面条，五，老干妈，四，酸菜，咸菜，三，二，加一，我跟你讲，我全程看着你们，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王鹤棣，你在干嘛？热个身。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冰箱里面有什么？鸡蛋。正确。汽水啊，可乐没有汽水，可乐是汽水啊，大类嘛，汽水大类，可乐有了呢，那个，正确。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节目了啊，这有点过了啊。威士忌。
正确。还说啥了？我都忘了。啥呀 ？OK， 苹果。正确。OK， 西瓜。正确。葡萄。葡萄。平时不爱吃葡萄。哎呀呀，差点踩回去。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要离开，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来，请白鹿继续作答，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碗。碗。碗。剩菜吗？我的天哪！感觉上一次压指压板还是在上一次。鉴于大家的表现非常好，第二轮我们把难度降低，每一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就是只疼一下，对吧？好，那依然从我们的黑队开始。好，请问除了鲜花，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计时开始。衣服、戒指、裙子、鞋、鞋。钻石、红包、口罩，还有送口罩的，手套、手表、手机、手机、电脑、吹风机、洗衣机、卷发棒、冰箱，还有包包包包书包，书包，谁会喜欢送书包啊？车。车，这全已经超出我的经济范畴了。游泳衣、电影票，然后还有狗、猫、羊、猪、鸡、牛、鱼，能买的所有宠物，马。脖子，还有小兔子，玩具，手办，然后那个自行车，我他们说好多。左儿听题，除了鲜花，男生在过节时还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除了鲜花，听懂了？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啊。包包，正确。没了吗？裙子，正确。手机，正确。口红，正确。手表，正确。哇，我好厉害啊！外套，衣服，这是衣服。衣服，这是衣服。正确。泳衣。哇，好像这都猜出来了。单车、自行车、自行车、正确。
就无法超越了，我觉得。太牛了！你有想不想养一条狗？提示了，不算。你们都你比划，我猜了都。那不是从绿队开始的吗？啊，把啤酒的旋儿都演出来了。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还好意思？好，我们公平啊，我们公平啊。好好好，来继续。洋娃娃。有玩具，我说了娃娃，那个娃娃玩具，玩具玩具能跟洋娃娃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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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天，终于把这一次整完了。请红队听题。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开始作答。螃蟹、巧克力、小龙虾、巧克力蛋糕、牛肉、冰淇淋。哎呀，我刚要说，汤圆、粽子、羊肉串、面条、奶茶、麻辣烫、担担面、火锅、火锅底料。啊，苹果、香蕉、狮子、李子、梨。苹果、香蕉，你说个绕口令得。芒果。四。彩虹糖。三。跳跳糖、棒棒糖。天哪。已经很多很多了。请问女生喜欢的食物有什么？女生。那可太多了。都爱吃的不一定是你。反正我爱吃薯条，反正我爱吃薯条。这也创了新高了。我爱吃薯条，支持汉堡。你们一个都没有吗？我们都往正我的天哪，这么多题，一个没说吧？一个没说。这么没有默契的组合，快把他们拆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巴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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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薯条 MVP， baby 姐，你们说的这些确实不是我特别爱吃的。接下来请绿队作答。咱第一了，稳稳。万一他们翻了四，他们只要不演，不比划和猜，咱稳稳的。请问，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公园、电影院、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上面。那是街头吗？那是。地铁站。理发店，理发店，不是理发店，什么概念？家里，小树林，小树，书店，游泳池，酒吧，酒吧 ，KTV， 超市，小卖部，办公室，不是你的点有点怪呀、啊。商场，游乐场，学校里，学校，操场，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场，足球场，烤串，小脏摊，小脏摊是什么？就是马路边的那一种吃东西的地方。山上，山顶，一起去爬山。海边，沙滩，对，密室，剧本杀，倒计时。的士是啊，出租车，公交车，对，火车，飞机，轮船，他的答案，坤儿的点很好，今天坤儿的点都是天桥底下，我拉你唱，来吧，我看看是何方神圣。请问，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电影院。
场总有吧，就是游乐园。你看我，别看他了。导演提示你，别看他们了啊！啊，公交车，正确。公交车，哎，不要看他。刷，哎，这啥呀？啥呀？别误导他。不能再这样了啊！这样我们就要直接惩罚了啊！嗯，火。什么火锅店？火锅店，火锅店没有，火锅店没有吧？好，来，请准备。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吃了一身味儿，咋约会呀？人，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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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晋级，红队和绿队其中的一组会面临拆队的风险，因为排名是绿队第二，红队第三，所以在我们的转盘上，红队七格，绿队三格。这再中了，真的是。来来，一二三，看呐，朋友们。哎，我看着这个感觉有点晕呢。红的、白的、黄的、绿的、紫的、蓝的、绿的、绿的、绿的。哦，我的天哪！就漫长的，我有点晕了。各位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公布结果，我们来一个宣布结果，就是好像是红色，绿色，又是红色，又到了绿色，马上又到了红色，到底是谁呢？哦，不对，你会发生什么？谁会？哇！丝滑了！啊！太搞笑了！很遗憾，红队在这一环节要被拆队，所以要把 baby 的花名牌换成摘掉了，摘掉了。同时，你们挑选的这种玫瑰也会把它拿去做成玫瑰花茶。哎，可以。啊，做成茶了。玫瑰花茶。我觉得我那个泡脚最好用。做成沐浴香氛。啊，我来啊。小童啊，原来是个队长，现在到了人家队，把人家队都给弄没了。长点心吧。接下来请 baby 来选择绿队和黑队你要加入的队伍。考察一下，无论是这个实力啊，还是运气、啊，考察一下。哎，这感觉你好像获胜了呢，在挑。对啊，你不是输的那个吗？不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黑队的花儿，所以我决定支持你们。命中注定就是你的，就是那个十号花，十号玫瑰，这是我的有缘花。接下来我们按两队的名次，请黑队先来选择。你们选吧，你们选吧。James。好 ，James。好，那小童和唐九洲就加入我们的绿队。我最喜欢绿队了，欢迎欢迎。我最喜欢绿队了，小童，欢迎欢迎。小童，我不跳，我好晕在里面。欢迎欢迎欢迎。我不跳。爸爸。近几年，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对美的追求，弥漫着生活美学的鲜花经济也日渐兴盛，越来越多的鲜花会通过物流快递的方式送到人们的手中。接下来的这项任务就是要请大家搬运装花的货箱。走啊！哇哦！耶！你没发现跑进来的永远是黑队吗？我们有朝气，我们朝气蓬勃。你们有沼气。目前，
场上的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剩下两队了。对，已经从四队变成了两支队伍，而最终我们奔跑吧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也将从两队选择的新品玫瑰中产生，请来领取任务卡。搬运货箱吧，每队成员接力搬运货箱，并将其全部垒叠在一起。哦，全部叠在起。他少打个一。四川导演，叠起。叠起。叠起。把这箱子全部叠起。叠起。但是他中间加了个在。叠在起。真的可以啊，好像不太可以。叠在起。叠都被你气死了。场地里一共有20个货箱，每个货箱1公斤重，每队需要合理分配队员，要把所有的箱子全部叠起来，完成之后按下两个柱子当中的一个就计时停止。哇，那我们选的 James 简直太对了，腿长，个高啊，个高。其实还是要稳，因为只要摔下来一次就白瞎了。箱子摔了，那不人砸死了？没事，这你们队肯定先砸到坤儿，也砸不到你。天塌下来砸不着我，太损了。请黑队率先出战。好，你们先打样，打样组。其实啊，就得俩人稳。我们俩的重要不是说力气，而是我们俩得抬在同一个高度。我说的就是这个概念。加油！一、二、三，一起起，慢慢起队。来起，好，一起起，慢慢起队，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慢慢来。特别好，特别好啊！慢慢，慢慢。特别好，特别好，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慢慢，保持平衡。慢一点，慢点，慢点。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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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慢，慢，特别好。所以他们还挺直的，但是要架上去挺难的。慢一点，慢一点，特别好，特别好，好，别别，往后撤，往后，别着急，先往后，先往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OK， 不着急，不着急，好，咱对准了，对准了，慢慢往上抬。你好重哦，好重，再往抬，等一下，等一下，上面的手要换一下，上面的手换，手没办法抬啊，对他没办法抬。换手，换手，上面的手换一下，上面的手换一下。等一下啊，对，一，等一下，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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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先稳住，先稳住，先稳住，稳住，我稳住了，我稳住了。你拿膝盖，好，换手，把手往下换 ，baby， 你的右手往下换。好轻，好轻，好轻。稳稳稳住，别着急，一起使劲。一，二，三。好好好，特别好 ，baby， 好好好，特别好 ，baby。往上一点，好好。好，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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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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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移过去，再移过去。啊，现在可以了。好，交接成功。来来来，咱先。这么大的镜头给到了我们了呀！哇，你俩真的。完美，完美，完美，可以了，可以。看，先看，先。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要记着时呢。快快快快！三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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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来，慢慢别着急，别着急，往后撤，往后撤，往后撤。对，斜着走，斜着走，对，走，跟着我声音方向走。我看不见啊。我也看不见。没事儿，你就跟着。哎，别动，别动，你就跟着。哎，别动，别动，不要，停停停，慢，看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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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导演方向，往导演方向歪，往导演方向，往导演方向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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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呦！哎呦！哎呦！停停停停停！别停停停停停！终身高，终身高，终身高！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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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啥意？哎！别别别别别！哎呀！我觉得要喊口号，一二，是一二，步调不一致也会有问题。听我说，听我说，往后走，走走，老沙，走走，往这儿走，别别。他们为什么要转圈呢？周深，别往那边走了，周深，别转，别转，别转。抬高，抬高，抬高，抬高。深哥要不行了。然后周深往我这方向走，保持垂直，周深高，周深高，周深高。停一下，周深手酸了。等一下。往周深往我方向走，往我方向走，对，退，然后周深高一点点，周深高不了了。现在慢慢两个人换手，慢慢换手，慢慢换手，保持平衡，往下换。老沙往下换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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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换，慢慢抬，三，拿腿支一下，对，
拿膝盖支一下，顶一下，然后别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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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他的指挥令人好焦虑，你知道吗？是那种很碎碎念的那种，仿佛开车的时候旁边副驾驶座一样。别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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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稳住，往上慢慢走，慢慢往上走，对，再抬高一点点就上去了。哎呦！好，稳住，稳住，稳住，扶住上面，先扶住上面，先扶住上面，稳住，先扶住上面，稳住，先稳住，先稳住，先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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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停一下，沙哥别动，他在晃，他在晃，他在晃，下面推一下，下面推一下，把他推推稳，推推稳，推推稳。对，把每一个环节都推推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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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推稳。行。绝对不能掉链子。哇！快，晨哥，快！我的天哪！没事没事，来吧，加油！你俩一定稳，咱慢点都没事儿。One, two, three， 往后看着上面。慢点慢点，哎，你俩一定要稳，一定要稳，往后往后走，同时往后走。往后走，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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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对。我还是觉得这个方法不太行，因为你人是歪的。歪的，对。因为你人是歪的，你没有办法知道水平线在哪里。看着上面，看着上面。没事没事没事，就是稳啊，就是稳。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不着急，慢慢来。可以往导演那边倒一点点，往后一点点，往后一点。哎，你俩往后一点点，往后走 ，back， 往后。现在正后，位置在这儿。It's here。正后啊，小心台阶。把手换到下面，换手，换手，把手全部换到下面，保持平衡。稳，慢点，平。哦，对，从稳，慢点，平，稳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稳着啊！你这换手太危险了。保持平衡，慢慢抬，贴近，贴近，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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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稳住。抬高，抬高一点 ，James 高一点 ，James 高一点，再抬高一点，再高一点 ，James 高一点 ，James 高一点 ，James 高一点，看上面 ，James 看上面 ，James 看好上面，上面 ，James 看好上面，上面，看好上面，上面。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这完全是为节目效果倒的啊！这一刻不倒，你这等就差不多不行。James 再高一点点就上去了。好好好，慢慢来。Listen to me, 1, 2, 3 OK， 看一点上面，看一点上面。对，往前慢慢来，慢慢来。好，走的过程可以稍微快一点，走的快一点，这边倒一点点。对对对，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小心小心，停 ，OK， 到了已经，慢慢拿腿拿腿垫 ，slowly， 稳，成了啊，稳，成了啊，稳，慢一点，慢慢来，哎，对，拿腿荡一下。挡一下那边，哦，好，哇 ，OK， 好，没停的 ，OK， 一点一点，快去拍，不是拍蓝的，拍，哇哦，压力给到了绿队，其实我们应该在六分以内，那能不能减五秒？强，可飞，恭喜飞队用时六分零一秒。强！接下来绿队进行挑战，来了，我们来了，怎么分啊？咋分啊？随便，女生第一棒，他脱了，来个第二棒，你给我最后吧，行，我们俩接吧，行。加油！
加油！加油！你手下上了吗？一二三，起。稳，可以。起。稳，可以。往外站直了吗？稳。往外走，往外。稳，是稳的，是稳的。好，好我出来了，我退退了。跑起来。一二一，可以。一二，哎呦，完美。一二，是稳的，是稳的，是稳的。一二，到了，哎，慢，一起往上啊，预备起。啊，慢慢。小同学倒下手。等一下，哎，一个一个倒。方法都不对。你先倒，我没倒，我一直在底下。一直在底下。来，往上抬，再来往上抬。有点往我这边。哎，有点往我这边。你先别使劲儿，你先别使劲儿。白露姐，你先别使劲儿。我没使劲儿。小同学，你把手倒了。啊，没事，哎 ，OK， 等一下，好，可以 ，OK， 抬吗？一二三，抬喽。三二一，抬。抬。好大力。抬。哦。慢点。好，没事，用点力。用点力。哦。哎呀，没事，可以稳住。稳住，没关系。不是，我扛不住了，朋友们。加油！他应该没有力气了。对，太重了。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太重了。你们三二一，一块起一下吧。哎，对，可以。我们一二三一起上去，好不好？一二三，靠上去。嗯。好，一二三，一起用力，倒就倒了。一、二、三。三。三，哎呦！三。漂亮！好，可以了。好，可以了。3、2、1，走。慢点，小心。可以。小心。好，前进吧。来，1、2。九州，你稍微松一点力气。换手啊！3、2、1，换。好，我觉得咱俩可以抬。好，走了。起一下，3、2、1，直接起。起。慢。起。慢。不要换手了，换手真的。那就这样端一次试试。那不就还是在底下端一次？端一次，可以。小心。3、2、1，走。慢点。哎，走。慢点。哎，往导演组那边歪一点点角度。别往后了，小心，别往后了，往后了。走，慢点，往我这边来。慢，不着急，往凯子那边。好，放下，扶着，不着急。慢点，3、2、1，走。不，你们不水平了，往导演组那边，你们不水平了。要挪下面。挪下面就好。好，差不多了，慢一点，差不多了。好，现在可以微调。好，别动。可以。好 ，OK， 下一位。OK。往这边吗？往这边。来，往左，往右。啊，往这，往前，往后，这边吧。对，你们这个是前，这个是后吧，统一一下，不然1、2、3，抬，抬，可以，停一下高度，1、2、1，往前走，1、2，好，可以了，可以往王鹤棣那边来了。好，走，1、2，1、2，1、2，快点，1、2，快点，2、1，小心脚下了，小心！弟弟给点，好，可以，好，1、2、3，抬，哎，你别碰我，前进，哎呀，
低了一点。我低了一点是吧？低了一点。没事，你们就稳一稳就行了。对。来，各就位，各就位，各就位。你们俩 OK 了吗 ？OK 了。OK， 好。来，预备开始。二三起。哎，慢点，慢点，慢点。可以。起。哎，慢点，慢点，慢点。可以。好，别着急，别着急。Do this， 倒两回。穷魔乱舞。小心脚啊！一二，好，往那儿靠近。停了，停，往那儿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嘞，慢慢起啊。好，一二三起。很难的，这一下最难。你看他的筋都出来了。抬，慢慢起。抬，慢慢起，慢慢起。抬。等一下，等一下，有点飘，有点飘。别动呗。等一下，怎么样？好，放，改个放，好，稳住，好，稳住，砸过来了，稳住，你先躲开吧，我砸着人了，稳住，可以，完美，让他稳一点，再慢慢推。轻，可以，松手吧，应该可以了吧？整理一下。不，你再调一下18，调一下18。对齐。慢点，还差一点点。弟弟，可以。好，可以了。可以松手。恭喜绿队挑战成功。可以。最后一项任务当中，结果也已经出来了。黑队在我们的转盘上占比3，绿队占比是7。等一下依然会通过转盘的方式来决出今天最终的获胜队伍。同时，获胜队伍选中的那一种玫瑰，将成为我们《奔跑吧》第十季的专属幸福之花。奔跑吧！Let's go， 走，哇，好好看啊，好漂亮啊，好花园哦，哇，好好看啊，呜，各位成员，我们通过一整天的努力，两个队伍挑选的两种玫瑰，成为了我们最终幸福之花的候选。绿队是复古香槟色的玫瑰，它的花心是绿色的，然后黑队也是复古香槟色的玫瑰啊，但它的颜色是属于做旧渐变色，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接下来依然是请我们两队的成员来转动这个转盘，你们各自在转盘上的占比也已经非常清楚了。哇哇哇哇，不了，我觉得这样吧，就小童，就交给小童吧，行不行？可以，反正最后责任都归你。对，他一个人在聊两个，对吧？对，你一个人就交给你了。小童，我觉得啊，作为演员，人设很重要。一天了，人设牢牢的把握着，到就差最后这一股。所以现在人设是什么？你的人设是厨师，到哪店里都花都变成食物。如果你们决定了，那就请要转盘的成员到我们的转盘区去吧。绿队给我力量，可以，一二三，加油！我们也来一下，加油！来呀！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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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黑队复古香槟色玫瑰成为了我们第十季《奔跑吧专属的幸福之花》，恭喜！当然，我们绿队里面这支花也非常漂亮。虽然很遗憾被淘汰了，但是不影响它的美哦，仅此而已。接下来我们就要为这款由我国自主研发且还未命名及上市的新品玫瑰赋予全新的花名和花语。十季，第十季，哇！我们为这款新品玫瑰取名为十季，寓意着四季更迭之间，我们将春夏秋冬的美好都收集起来，并永远珍藏。而它的花语就是走过十季，爱你四季。哇，哦，好浪漫。哎，我就看到了花名的一瞬间，我觉得就是那种实际走过来的这个时间和我们所有美好的回忆瞬间出现在眼前。然后我刚才我跟 baby 说完了，其实就是简单的两个字，我就已经要，对，就是情绪有点失控。对，我待会儿再说，控制一下，我要控制一下我自己呀。容易感伤，容易感伤，大容易感伤。实际了，其实我们就跟观众朋友一样，也是一直在成长嘛，也是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也认识了一群很好的朋友们。哇哦，实际了呀，都没想到那么久了。对，谢谢大家。另外，我们第十季还有一个特别活动，我们联合新浪微博发起了奔跑吧实际陪伴的浪漫话题讨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很多观众为我们第十季的留言。一岁到十岁，初一到大三，哇哦，哇，初一到大三，考研成功，正处上海的我如今只能待在家里上网课。2014年，我12岁，今年20岁。亚板，是亚板非遗。真的是。再次感谢历来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我们今天的获胜队来颁发由 MC 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感谢和我们携手走过十季的安利机小黄鸡，上面有朵玫瑰花，哇，这个好好看。最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所有十季以来支持我们、爱护我们、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说一声谢谢你们。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今天会用节目现场所有的鲜花连夜装扮杭州街头的10个地点，
开启一次浪漫的鲜花快闪。这个好，浪漫。何妨接送，那是有底蕴的，文化有含义的。继续好好的生活，这世界多美好。希望奔跑吧，一把杭州更多的美好风光展示给全国观众。高三那一年就开始看了，一直到现在，我毕业都已经五六年了。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越来越好。祝你们越跑越开心。越跑越幸福。是 W 先生的古堡。哇哦！哇哦！你现在必须帮我找出是哪三个人收到财产之后还发邮件辱骂我。实际浪漫清单回馈观众的。哇！众多助力任务。
吃喝热闹，太精彩了！对，小心松一点。哇，外人互相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谁吗？张碧晨想知道他两个伙伴是谁。首席娱乐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百家网、网易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华网、三六零超级对本节目大力支持，节目更多精彩。抱团了，都是他俩。等待我的是一个非常残酷。